好，最后一点时间呢，就请师父开示啊。修法有感应及相应，如何分别？感应，如果是你要是用到众生过去的习惯，感应就是浓浓的感受，那不叫感应哈、啊。那个应也不是那个回应的应，那个是很硬的硬呢、啊。那就是你过去你的硬底子就是一直追着感觉一直流转，那不是感应啊。要是你说真正在法上相应是什么？是你任何的感应现前时，哪怕是再大的瑞相现前时，你都知道都是觉嘛。虽然它现了再大的瑞相，但你都知道是觉啊。所以你只要知道是觉，这里面有一个，你将来熟识就知道的。你要明白是觉识，就不是感觉的实力。但是你明白是觉识，你可以知道感觉，但绝对不是感觉的实力。这种就是我常常用镜子做比喻的。假如你真正站在镜体上，你一样还是明白镜色。镜色再怎么强烈，你知道不知道镜色强烈，你一样能照。但是你是那个视力吗？不是吗？镜体从来不是那个视力啊，那叫相应。因为他都知道，其实这现出镜色就是镜体，现出感觉就是觉。这就是宗门讲的佛来佛展，魔来魔展。为什么叫佛来佛展？哪怕是再锐的锐相现前，锐相是前，你都知道是觉，所以再什么样的觉心现前都知道是觉，知道是觉就不会多带感觉。所以佛叫做觉，后面也是觉，觉来觉展，明白是觉，就从此以后就挥去势力。魔来魔展，再强烈的任何的种种势力恐惧现前，你明白它就是恐惧，直下担当，恐惧就是恐惧嘛，我何必回避呢？知道恐惧处，后面的知道恐惧就是魔展，你就用知道我知道你是魔，你就不是那个魔的势力了。我知道你就是幻，我知道你就是随缘的缘起，我知道你就是那些幻化的种种氛围成本，你的成本就迷惑不了我了，叫魔来魔展。所以你将来再说感应，或许梦境，或许种种，你说那经文也讲到梦境啊，你知道吗？当然修行我们都有梦境的，但是假如你真的是修行人，你梦境起来只会让你马上知道当下知道是离梦，因为梦境回馈你的也是让你离梦的功德。如是的梦境叫做什么？叫做善根，叫做善因缘善相。梦境之中，假如梦境做了一个很好的梦，第二天早上梦怎么如此，到了第三天还在想那个梦怎么如是，第四天还在想，你已经还在梦中，你已经就是梦中人了。所以能不能有梦境，世间法中一切法中都是提息，所以有种种经文讲到任何世间的种种幻象提息，种种梦境中的提息，但是那永远要知道那叫相应。一提息处，它永远就不是梦中势力。什么叫不是梦中势力？它不是那种梦境之中那种感受上的绵味淡然，那种心里面的纠缠，不是，那是提息。所以他在一次一次的梦境中的提息之中，他涌出大梦，我说他叫相应。假如说感应，现在有很多人很感应啊，都梦中啊，你看那个观，不要说道场了，你看那个道观里面感应特别多了，你到里面都会常常，因为我们行脚有时候会碰到那些庙宇啊，都会说法师啊，哦，问家观世音菩萨就灵了哦，然后这观音菩萨很灵，长沟来搞托帮，一天到晚都托帮，那观音若是一天到晚都到你梦境托梦，你应该都已经成观音了吧，对吧？耳濡目染，那么怎么越托梦你越是那种卑微恐惧紧张那种感觉呢？那叫做梦中人，那个托梦的不是观音，对吧？那托梦的不是观音，那托梦是你的妄想，
那反而让你越来越沉醉于梦。所以你会看到那些道观里面的感应特别多，感应特别多。所以感应多的人只有两种人，真的感应是行者，心清净不。所以感应都是将来的善根资粮。还有一种感应就是什么，心中妄想或者是委屈多故，感应也特别多，对吧？一天到晚都有菩萨来感应提亲，那感应也特别多，提亲到最后立马不亲，那你天天来，天天来这边给你提醒，你总会没醒来，耳濡目染都应该醒了。你要知道那个菩萨的功德大过于世间善人有福德的人呢。世间最有福德的是像现在没有了，皇帝或者是大官，当他家有个人做皇帝以后，六亲眷属全部九族都能够变显贵啊。你看到皇帝以前都有些农，我们尤其朝代，中国朝代就是农民起义啊。过去那个你想想可以看，他那个农民起义当皇帝以前，他的那个父母啊可能就是农民，手都粗粗的，脸黑黑的，就是农民那个像，你要拍电影就会拍，对吧？怎么他就是农民啊？可他一当皇帝呢，三个月你再来看，对吧？老太夫人，那福相都出来了。过去没当皇帝以前，他起义之时，大家去看，穷山恶水。他登基那天，你再到他家去看，那个山水还在那一边，龙山龙脉。所以啊，这福德你要是亲近于他，说你真的都显贵啊，你跟他就是亲戚而已，亲近于他都能显贵啊，何况菩萨，你梦他多少回，你居然没大彻大悟，那就要惭愧，对吧？那就要惭愧，你就梦的就不是菩萨。所以要怎么分别？惭愧忏悔，再有梦境不明，佛来佛斩，就告诉一切，告诉自心，向十方诸佛发愿，弟子将来所有一切修行发菩提恨，将来历劫不靠梦境，不做妄想，只问真实，但问真实。好，大众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弟子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